目前是8:35，然后我们转到那个 program 这边去做设定。那我们设定是第一组是8:38开，然后8:39关，然后我们把它转回到 run， 看8:38会不会开。然后这边是接220的电，这边是接到我们的那个 LED 灯的地方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等待。现在8:36了。那这个电要接220才会正常动作。那这一台是1号测试。时间到了，38到了，所以会亮。那等一下看39到了会不会变暗。那医药机测试没问题，关闭。